法治教育观念为细汉做起。彰化县政府举办这校园法律常识的专题演讲巡回活动，彰化地方法院的法官、检察官，也佮有这彰化县律师公会等单位，是来透过这巡回讲座，希望予学生囡仔会当来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口袋空空，谁知道书包里面是不是真的没有？动。花旦国中的学生表演趣味的行动剧。等我回到派出所以后，调出监视录影画面后，学生囡仔用气球传达法治观念，不可以占为己有，这也是有刑事责任的哦。有那么严重？为着落实法治观念，和青少年朋友对法律有进一步的熟悉，今年县政府加彰化地方法院、地检署，也佮有彰化律师公会合作，这些单位将派出专业人士进入校园办讲座，透过实务的经验，将法治的精神伫校园内定根。司法事务官，他们愿意这个走出来，那么走出来来参与，那么他们希望说，把他们所见所得能够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学生或者是中学生来跟他们分享。很多的民众对法律不是那么熟悉，甚至有误解来触犯的法律，那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是要从小来培养我们所有的民众能够有一个基础的法律常识。那事实上，这项讲座每年举办的场次拢超过100场，每年拢有15,000人以上来参与。借由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实务经验和实际案例分享，建立健康友善的校园环境。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